你这么一直盯着我看干嘛？怪吓人的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你喜欢我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问这个干嘛？因为我也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我承认，之前仙女腾天图的事情隐瞒了你，一开始让你住进我家，的确是为了雕刻。可跟你朝夕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我才清楚的明白，我已经爱上你了。爱上我？对，这是我的表白，做我的女朋友。星雨仙，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？快答应他，答应他！星雨仙，冷静冷静，你忘了惨痛的教训了吗？不能就这么沦陷了，你要理智的做出决定。答应他，冷静冷静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，冷静，答应他，冷静，答应他，冷静，冷静，答应他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正常思考。等我想好了以后，我再给你答复。